位尊敬的来宾，各位亲爱的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梭发光吧小美人主题活动的现场，我是今天的活动主持人佑明，欢迎大家。然后今天真的是我们来到武汉，真的是感受到了武汉的这个温度哈，非常的热，而且刚才我们也感受到了武汉人民真的非常的热情。那我们的武商广场作为我们武汉人最喜爱的这个商业圈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人山人海，那同时我们的天梭的展台也当之无愧是今天我们武商广场最具人气的展台，所以我相信今天大家都是慕名而来，今天你们想要见到的人是刘亦菲。是的，在这么热烈的气氛底下呢，我相信大家都是带着真爱来到现场，当然是爱我们的天梭，爱我们的刘亦菲，我相信大家都迫不及待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启我们今天的活动，但一开始呢，也要先允许我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领导以及各位贵宾，他们是首先我们要欢迎的人善。哎，果然这个亦菲制作不一样，现场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这个美人扇呢会送给有缘人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来 follow 我们的这个活动啊。接下来我们在微博上会以抽奖的形式来送出，哎，现在可以用一下没关系，哎，现在可以用一下。对，我们今天现场真的是非常热情，然后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扇子跟我们的道具先保管好，好不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先撤一下道具，谢谢。我们可以留一把扇子，谢谢谢谢。好的，刚才我们的美人扇，哎，制作完成了，也感受到了我们这个发光吧小美人的这个魅力哈。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次的请上啾啾，来，再次的请上啾啾。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一起在我们天梭的展台来记录下这个属于。来，再次的请到小姐。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一起在我们天梭的展台来记录下这个。